三四个人，大家都约在一起过来投票，想一早就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能够见证历史的一刻，非常荣幸。工作人员非常耐心，他有一个测试的机器，我选了这40个人之后再试了一下那个测试机器，哎，如果是绿色了才能投票，而且非常非常快，非常顺利，而且每个人的私密度保密度也很高。这个投票过程是非常顺利的，然后指示非常清晰，每个环节呢都有工作人员做一个很明确的指示，很顺畅，然后呢也是非常的高效。今天呢是在各个公共交通公司的支持下呢，是全港是免费乘坐地铁巴士，所以说我今天也是乘坐免费的巴士过来的这个现场来投票。就今政府提供的这个巴士啊还有地铁都免费吗，也方便了好多市民啊到处去投票。那么我觉得整个今天投票是蛮顺利的，整整有条。我觉得这一次呢我们在投的过程里面提供的那些信息啊以及指引啊都还是蛮清晰的。